老板你好，呆呆你好，我有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维加苏西老巴蒂，我今年39岁，我离婚了，我住是查瓦来的，我的身高167公分，我的体重54公斤，我姓杨，微笑。我的学历考中学，我有三个男孩，我有三个弟弟，我有经验工作在台湾3年，做家事跟照顾阿公，我会帮忙煮饭、洗碗、去买菜、打扫。我会好好做，请你教我。我的自我介绍好了，谢谢你，拜拜。